学员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分享日常，不过向来报喜不报忧的他，近日就无预警透露遭到背叛。学员27日凌晨发文写下，被一个相处多年的同事给背叛，最爱把忠诚和信任挂嘴边的人，心态却不是这样的想法。无数次的包容和体谅以及容忍，终于把我逼到了极限。而他原本相信人都是善良的，但现实却跟想的不一样，让他终于清醒，看清并放下。他也认为自己消化得很快，等等就开心微笑了。原来不能只当天使，也要当魔鬼。火力全开，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力挺他，善良留给有礼貌跟值得的人，加油，你可以更好的。Bye.